感谢大伙儿。哎，哎呀，今天真是特别高兴。是，千人的剧场，这骄傲什么呀？坐满了，美。这在北京相声界来讲，也算是一朵奇葩呀。哎呀呵，这就奇葩了。那真的，好久我之外，在北京能卖这么些人卖满了的，基本都是天津人。嚯，实话实说，给北京队争光了哎呀，太好了，特别特别高兴。是，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好了，哎呦呵，心里头啊惦记着同行同业的们。谁信呢？这是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讲话呀？什么怎么意思？太不对了啊！没有同行同业的们，确实啊，咱们说有的那个日子过得并不好，这倒是。因为什么呢？说的不行，是吧？实话，但是说，既然是同行啊，奔上倒倒倒多少辈都是穷不怕先生的徒子徒孙，是吧？没错，这有什么可迂？他听出好来了，你这是。这是内行，知道还有另外一只清门的呢。是，都是徒子徒孙，对，干嘛的相互挤的？这倒是。尤其那个郭先生老说那个话，说同行这同行那，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不对。怎么呢？同行们挺好的，是是，是不是？哎，同行们挺好的。我是一个心系同行的人啊。哎呦，好好好。包括有那个平时我们平时演出跟我们在一个剧场的那种团体啊。是吧？也不说是哪家了啊！这还不说是哪家呢？不说是哪家了啊！直接报出来就完了。就是人，他们那个，我们叫经理啊，经理，经理姓潘，姓潘，叫小潘的嘛。哎呀，还是点小潘小潘的嘛。哎，经常跟他的那个捧哏啊，小超两个人，站广门阁门口看我们下午演的时候，他们晚上演，他们跟门口看着啊。小超跟人说：“哎呀，小潘，你看人家这个啊，又卖满又加座啊，别看，知道吗？还打，别看，有什么可看的？就是老卖加座，那玩意儿烂腮帮子。不，那什么话？老卖满了烂腮帮子。呵，正好小丁跟门口呢，听见了，小孩什么都不懂，吓得直哭啊，跟那哭。我过来，我问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说咱们老卖加座烂腮帮子。宝贝儿，没关系的，有那孙子三年卖不出加座，这鼻子头都烂了啊。喂，嗨，卷这干嘛呢？不是，咱说这意思，这是这个醋点灯一个传统作品。什么传统作品呢？我转着圈挤的人吗？就是。不是，咱们就先把这个现实情况说出来呀。什么现实情况？其实我是看在眼里，喜在，急在心中啊。说了实话了还是？急在心中，我说怎么办呀？人家怎么办呢？就短时间内让他们蹭楞一下把业务水平提高起来，不大可能。啊，是吧？什么主意啊？不大可能。嗯，哎，你谁跟我说教他们一年两年？啪，业务水平这么高了啊！你还不如告诉我你逮着过外星人呢，是吧？换，你跟我说你是绿灯侠，我都信。换，是吧？咱们这，但是人家那么，咱们同行同业挺着急的吧？你着什么急？怎么能帮助人家呀？怎么帮呢？你说出钱，我又抠。哎，这实话。我说出力，我又懒。哎，怎么弄啊？怎么帮？哎呀，别的做不了，帮人出出主意还是行的吧？还帮人出主意。首先一个，把名字换了，把名字给换了。这现在他名字不行了，不好了。没看过马季先生那个宇宙牌香烟吗？啊，知道啊。牌子臭了就换一换。哦，还换块牌子，是不是？换个牌子，我给他们想一个。啊，还帮人想。换上这个名字，保证他们卖就卖满，商场爆满。有这好主意？哎，他们改一个什么名啊？叫什么呢？他们叫啤酒无限畅饮相声艺术社。什么名字呀？这是，哎，这都别说千人级剧场了啊，两千人级的，是，你挂出牌子去啊，晚7:30某某剧场，相声票价50元，50也写上啤酒无限畅饮，全来了。来，不是这人来了，回头没啤酒怎么办？他打起来，要不我干嘛出这主意啊？来，我就知道没憋好屁嘛，这个。哎，这个行业逼着你当小人。哎呀，哈哈，没办法。嗯，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。啊，我这个人前阵子做了一个好梦。还做好梦了？做了个好梦。什么梦啊？梦见我变成中国相声第一人了。啊？
国家给我发一证，嚯，相声唯一表演艺术家，哇，还绝乎了是怎么着？嘿，劳动部钢印，嘿，哎呦，嚯嚯嚯，盖上。我有这证，我了不起了。是啊，相声唯一表演艺术家。好家伙！哎呦，这梦做的我就把之前那些什么暗害过我的、暗算过我的、说过我坏话的、那么偷过我包袱的、裸过我活的，哎呦，这些说上我全找过来了，一堆。那怎么着？好家伙，就四万多人，哼，嚯！我连外国说相声都逮来了吧？哎呀！关你屋子里头，关起来，用那个高科技，我唯一表演艺术家了啊，是很有钱了，高科技，高科技，那个用那个机器手臂，机器手臂，买小鞭子啊，蘸辣椒水，嚯，抽，梦都是反的，算了，对，嗨。不是做这梦干嘛呀你？您说的那个都不对，怎么不对、啊？什么叫梦都是反的啊？这是很迷信的说法哦，这是迷信的。梦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哦。梦你懂吗？我知道啊，弗洛伊德老先生，嚯嚯，有一本《梦的解析》，对这个梦有这个全面的阐述。你给详细说说。我没看过这书。没看过，你说什么呀？不是怎么意思啊？这还别说弗洛伊德了啊，这个咱们祖国。啊，中国人就有比他早得多呀，是吗？且比他早得多呀，是啊。过去有一个，这都知道，啊、叫什么？周公公解梦。周公公解梦。周公公解梦啊！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没有老伴儿，晚上闲的没事解梦玩吧。啊，行了行了，爸爸说去。不是一太监，他除了春梦，他能做什么呀？别的。周公公像话吗？这周公公吗？这不要那后边那个周公解梦。周公解梦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周公解梦里边写了，是是是，什么叫梦？什么叫梦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、哦！为什么我能梦见吗？哎嗨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嗯，还有好多梦是人的第六感。第六感什么意思？第六感就是告诉你即将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哦、还有预告作用，通过梦的形式传达给你。哎呦，那都什么呀？比如说吧，啊，你梦见什么？梦见家里镜子碎了。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镜子碎了啊！这个是倒霉七年，碎一镜子就倒霉七年。倒霉七年，想着化解去，醒了以后知道的，想着化解去。这么灵的？梦见茶杯碎了，这是倒霉三年。哦，这也得倒霉三年。哎，梦见茶壶碎了，茶壶怎么着？茶壶破了啊！这个倒霉四年。哦，那甭问，中国足球队老梦见这个吧？嗯。四年准猜一回呀、啊！每回十强赛之前，哎嗨、哎，全国球迷摔杯子，那就嗨，盼着错过一年去是吧？这个，哎呀、嗯，说这意思吧，嗯，这是茶壶啊、哦，茶壶。你要是说梦见什么，家里饭碗碎了，哦，这个呢，倒霉五年。我操，有数的。梦见饭碗破了，啊、嗯，饭碗嘛，五嘛，对吧？哎、倒霉五年啊，这么着拖着、啊，这都是科学吗？对吧？哎、什么科学这？都是科学吗？啊，哎，反正你要是梦见那个什么东西破了啊，什么呀？倒霉一辈子。那个、什么呀？那是那杜雷。我这快啊！不是您这价值观太分裂了，不是？怎么就？你就倒霉了，人有幸福的呀。废话，惦记要孩子的干嘛带呀？那可也是这玩意儿，你这对不对啊？是是是是。哎，咱说这意思啊，这是梦对你的一些预告作用。哦，预告作用。还有好多讲究呢。啊，什么讲究啊？比如说你梦见一个小姑娘啊，梦见小姑娘遇贵人，是吗？那我老遇见贵人，但是啊。小女孩儿啊，小女孩儿，小女孩儿哦，那不是，不是小姑娘啊、哦，对，那没有啊，我这小女孩不是小姐姐，哎，是，那我还有缺陷，哎、我再努力吧啊，哎，梦见这个小小子儿，小小子儿，哎，这是要遇小人哦，这就遇小人了，哎，徐翔老遇小人，哎，梦见这什么呀？啊，什么？梦见发大水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家里要来财。哦，要发财了，来水。梦见着大火，这怎么意思？家里要闹灾。哎呦，这得小心。梦见牙都掉了，这怎么意思？亲友们要故去。哎呦，我赶紧奔那遗产去，我得啊。这太有用了，这个。哎，您要是梦见说晚上、啊、睡觉梦见打屁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起来把被子盖上。这，妈冻醒了吗？这不是这。哎，
梦见腿痒痒，这怎么意思？点上蚊香啊？不是，不是，您这是解梦，这不是个人卫生吗？这都是，这碍着梦什么事了？这就说这意思吧？什么意思？说这意思，反正梦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啊、哦。我平时就好给人解梦，是吧？这点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媳妇儿了解？对啊。你叫我媳妇儿了解，我给她解过梦啊，还给她解过梦。不是有一天吧，啊，她做一噩梦，吓醒了。哎呦，赶紧叫我，哎，叫，哎，醒醒，哎哎哎哎、啊，睡一个屋里呢是吗？这没有啊，不是那干嘛拨了你呀、啊？这睡醒了，我打电话呢。这有这么打电话的吗？这个拨号呢？拨号呢？这是拨号吧？这拨号拨号，你自当是拨号啊？什么叫自当啊？这是。你不自当是拨号，你还死去啊？不，这你这种人，你说这说什么呢？真是拨号呢，拨号呢，拨号拨号呢，叫我叫我，自荐自荐自荐，嗯，你干嘛呀？嘛？哦，你干嘛呀？这这，您就直接说就完了，还折着去这？你干嘛呀？哎哎哎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呦自荐，我跟你说，可是吓坏了，我做了一噩梦。哎呦！哎，我说你做什么噩梦了？吓成这样！啊，哎呦，你不知道一身的透汗呐！哎呦，一身透汗，我的小心肝啊！啊，哎呦，你听我这心跳的啊！啊啊！还有点心律不齐，你说？哎呀，你听听，心跳可快了！哎呦我的！不信你摸！哎，还，这不还一块摸什么呀？这个，我隔着电话摸得着吗？喂！啊，你瞅这倒霉样子，摸得着吗？这什么模样？哎，不是，我就做一个梦，你帮我解解吧。哎呀，不是你梦见什么了？啊，我就梦见 有狼追我，狼追的，狼追我，咧着大嘴，吐着舌头，流着哈喇子追我。这是噩梦。哎呦，追我好几条街呀，我没招没落。你说怎么回事？吓得我吓醒了。哎呀，我说什么狼追你啊？是啊，啊，是草原狼，是冰原狼啊？这不还是、啊、还是急。吉尔尼斯，不，这，嗨，我媳妇老玩电游是吗？这个什么狼追你啊？什么狼啊？不，也不是什么大狼啊，黄鼠狼。这嗨，黄鼠狼追我，黄鼠狼至于？黄鼠狼，哎呦，追着我到处跑，没地儿躲，没地儿藏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打哦，这好办，他就是发现你可能是只鸡。你绕一圈为骂我媳妇呢是吗？没有黄鼠狼嘛，可不是就追嘛？追什么呀？追嘛！哎呀，就说这意思，这叫解梦。您这不是解梦，拿我媳妇解馋呢，这是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还老有人自己爱说这个？谁爱说这个去？这说这意思吧？啊，什么？那天嗯、啊，做了个奇特的梦。奇特的梦，奇特的梦，什么梦啊？晚上我刚睡着啊，啊，刚睡着。您也知道我是一个觉挺沉的人，是是是，不好睡着也不好睡醒。哦，那天我刚躺下没多一会儿，我怎么醒了？啊，我听见门口有动静，有动静，进来人了。哟，我说哟，今天这么早就来了？啊，这么早？陈硕睡着了？我这嗨，怎么不还是我媳妇吗？这个，陈硕，你这从门口进来俩人。哦，您还好个二过一啊？有什么俩的进来？什么什么二过一挡差呢？叫那叫嗨，那挡差进来俩人，俩人我一看，哎呦，还真不是你媳妇儿。啊，这什么叫真不是吧？这还试过呀？这是没试过，没试过，没试过啊，没试过。进来俩人、啊，这俩人啊，嗯，长得有特点。什么特点啊？一个长得黢黑，黢黑；一个长得惨白啊。黢黑的这个穿一身青，哦，黑的。惨白这个穿一身孝白的，哎呦，俩人啊，啊，脚不沾地就过来了，哎呦，唰唰唰唰唰，移形换影大法，哎呦呵，好家伙的，都是跟神仙姐姐学过的那个，哎呦呵，凌波微步，唰唰，哎呦呵，俩人一会儿他走头了，一会儿他走头了，哎、我就晃范儿，我就这是什么斑马呀，是什么就过来，什么尤文图斯的找你吧，这是，哎呀，你还一球迷是怎么的？哎呀，这个怎么弄啊？啊，过来了啊，怎么走到近前一看，长得太可怕了。怎么了？两个人舌头啊啊，就跟地毯似的啊。哎呦，就下来了，坏了。好家伙，吐着舌头。哎呦，好像这是黑伯无常吧？哎呦，索命的，抓魂索命的鬼差来了，找你的，找我？你找错人了吧？哎嗨，我是个好人呐。谁信呢？啊，我是个好人呢。嗯、
快人心啊。哎，行了，行行，别学了，别废话。哎呦呵，这舌头，逮他妈更你！哎呀，这舌头少。喝不喝王克看？哎呦，我不叫王克看。哎嗨嗨，别学了就。我叫王自健。哎，是是是，我记着。哎呦，王克看，王自健。哎呀呀。王克健，哎呀，这舌头不适合做外联工作，你这沟通起来多费劲呢。对呀，就说是别他妈废话。哎，还带脏字呢，这有告票啊？有告票？什么东西这是？告票一看就你、啊、照片。哎呦呵，我都听不懂你这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啊、哦，还狞笑。嗯，哥俩挨个还能有什么别的喝吗？哎呀哈，跟狗一趟吗？跟狗一趟啊，这我就知道这舌头得耽误事儿。不是，您说普通话就完了。你狗一趟。哎呀，这让大伙儿听明白。说是英文，说英文。别说英文了，不是。跟我们狗一趟啊！你哎嗨嗨，你让大伙儿听明白了吧？跟我们狗一趟。哎呀，不是，凭什么我就跟你走啊？啊，你已经和。哎呦呵，哎呦。北斗神拳您也会？来，站起。好坏话？哎嗨，考验。这沟通什么呢？这都是狗。哎嗨，狗不去。哎呦呵，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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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我气死你！哎。哎呦，让我去也行啊，是，我也不给你添麻烦。哎，是是，这是你们也抓差办案的，就是，是吧？嗯，这样吧，嗯，这怎么也是我们家，就是的，虽然只有70年，也是我们家。哎，对，拿人当强拆的了，这个。我们家，哎，对，知道吗？嗯，想带我走也不是不行，嗯，但是我的地盘听我的，呵，哎，我说一个绕口令。绕口令，你学上来了我就跟你走，好吗？学什么呀？这你说啊，顺着流牛脸流牛油，他都说不利索，你这不欺负人家吗？这顺着牛脸流牛油啊，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，盆平饼饼平盆。不，你说刘老师快快乐乐的上了六楼，不是不是。你说打南边来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；打北边来个哑标，里别个喇叭。不是，您这想收这二位为徒啊？是怎么着？您跑这儿过活来了？这不是什么呀？这都是天亨根本活化，根本活天亨。这行了，这贵不贵？哎呀，天生这么说，他们俩本身穿的也不行，一个黑一白的，你穿一个色的像是一场吗？哎嗨，是吧？还是收了您。一个黑一白的，对吧？说上活了。你说，还、嗯、是说简单的啊？你说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，不这不得大都不得边儿。你说早晚败了他、嗯。哎，再看这个白脸这个啊，嗯，连这都说不上来，嗯，嗯，大爷子，那、啊、嗨。这还是北京地区工作的啊，嗯，是鬼，哎，嗯，是鬼开，哎，是是是，丢不削，哎哎，丢不削，哎，行，吸吸你，哎呀，丢不削，行了，丢不削，气死你，还不如急死他呢，这，哎呦，你这，我看又怎么让我挤得哭了，这，你就作死吧，你，哎呀，少废话，哎。小飞，咱们正常一点吧。哎，对，是是是，实在受不了了，要不然大家听不懂，你得翻眼泪。哎，就是是。小飞，咱们走。哎，带走吧。咱们走。嗯，说着话，拿铁链子哐啷一下，就给我锁上了。完了。白无常瞪朕嘛。嗯。黑无常瞪朕嘛。哎呦，这铁链在我脖子这边那么着，那边那么着，我说，啊、哎呦，嘿嚯嚯，哎呦嚯，挺舒服。不是，您这治颈椎来了是怎么着？怎么还舒服啊？这个。少废话，走。哎、说着话一兜。我可就飘起来了，奔走了。飘起来，回头一看啊，我自己还跟床上躺着呢，这叫灵魂出窍，真身还躺着呢。是啊，我这么一瞧啊，哎呀啊，做牙花子
不可惜。我睡着了这么英俊呀、啊、别别拉倒吧，跟后台瞧瞧吧，跟死狗一样去。这别这自我美化了啊，走啊，下去擦一兜。哎呦，唰，什么意思？飞起来了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这尸体还是空运啊？哎呀，跟天上飘着，顺风的啊。是是是，好，嗨嗨，哪来这么些词儿？哎呀，这这跟天上飞着。哎呦嚯，哎呀，看看吧。哎呦嚯，北京城，还看夜景？生我养我的地方，还拽呢啊？马上我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是啊，瞧两眼吧。嗯，瞧一眼少一眼呀、啊。那是啊，多么繁华的北京啊！哎呀，感慨。你看那个摩天大楼，嗯，三栋摩天大楼上面有广告牌子写着字儿，写的那个字儿多大？是啊，一个楼上面只能写一个字儿。是啊，天通苑。喂，飞半天还没离开你们家呢，老跟这点地儿转悠、啊。北京最繁华的地方。什么最繁华的地方呢？你进过城吗你？隆德广场啊，还嗨，嗯，还是家门口。嗯，不是，天通西苑。哎嗨，天通西苑，嗯，我师傅住这儿。哎呀嗨，哎呀，我跟他们俩说，我师傅住这儿。哎呀嗨，干嘛这报信儿呢？你这师傅住这儿，你损不损呢、啊、你？怎么把师傅给出卖了还？说这意思吧。什么意思？飞呀飞着飞着、哎、嗯，飞到首都国际机场了。哦，终于离开那儿了、啊、哎呦，看看吧，这大晚上的呀。是啊，这些大腕们坐飞机都下来了啊、嗯、白天都不敢坐，人太多，就是怕人瞧。大晚上戴个墨镜看得见道吗？哎呀嗨，你管人家呢。哎呀，下飞机了。嗯，你看那儿还有照相的。哦，还照相。是不是、哎、粉丝照相、啊、很正常啊。不是粉丝照相。怎么意思？躲在树棵子里跟那儿拍一说相声的呢呀。嗯，看见狗仔队了。哎呀，我说，哎，二位公差啊，那俩孙子一块弄走吧。哎，一个都别留啊，好不好？还带走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不行。怎么这舌头又回来了？他们没到日子呢。还没到日子。没到日子呢、哎、是、啊、你是当时当令，就这个时间该走啊、哦、善终。他们俩没到日子呢、嗯、哦，一会儿过来人打死了我们再带走。来、嗯，我隐隐的觉得你去的那地儿不错，还是有正义感。哎，对，还分善恶、啊，有正义感的。哎，挺好啊。走吧，走。跟天上飞着飞着，一会儿就没有云彩了。哎呦，我上天了！浩瀚的宇宙，嚯！飞着飞着，一会儿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了。哎呦，但是星球这么一落下来，嗯，唰，什么意思？大城墙，大城墙，唰，哎呦，这么老宽，从那唰，呀。城门楼子，哎呦，上写三个大字，写的是丰都城。这是另一个星球吗？你不到四川了吗？就说我四川丰都吗？鬼城丰都啊，鬼城丰都。哦，到鬼城了。哎呀，到了鬼城丰都城了。是是是，哎呦，这就是鬼城了。对对对，这就得进去了。进去吗？在外头是人，嗯，进去就是鬼。哎，阴阳两隔，也没有办法了。哎，该进就进吧，走吧。丰都城外的一圈护城筒子河。哦，还有护城河。哎，上面有一个桥，奈何河桥。往前走吧。啊，走，往前走吧。啊，这桥马上过这桥就都是鬼的地方了。哎呦，走这桥吧，进去。啊，啊，走桥。别瞎乐，别瞎乐。哎，进去。你别瞎说，是真的、啊。到这桥，不理他们啊。哎嗨嗨。说咱们走奈何桥啊，奈何桥。到奈何桥这儿啊，奈何桥有个讲究。什么讲究？那不是说是个鬼就过得去的。那怎么意思呢？你要是这一辈子善始善终，哦，为人耿直光明磊落，嗯、啊，迈步就过去。是啊，没有多长。哦，没有多长。是是是，迈步就过去。嗯，你要是说你这人尖酸刻薄，哦，一辈子光算计别人，小人啊，看见人家过得比你好，你眼红。怎么样？就这种人啊，上去下不来。哦、鬼打墙下不来，鬼打墙跟上头就转呢、啊。哎呦喂！哎呦，我琢磨你们这高科技呀、啊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们这能给我讲讲这桥怎么设计的吗？就是怎么设计的？这不是前两天就是把西直门那个设计师聘来了吗？喂，这人才就留下吧。设计桥把他找来了，你说我还算不错啊？哎，是是是，我一迈步我就过去了。哎呦，还不错呢。过了奈何桥之后，嗯，旁边有一个。
小饭馆，小饭馆上面一个晃亮招牌，嚯，孟婆亮汤。哦，这还是粤菜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，不是，就是粤菜吗？这个孟婆汤。你不是说亮汤吗？叫孟婆汤啊。喝完了以后啊，上辈子事儿可就满记不住了。哦，好，听说过这个事儿。哎呀，其实来的时候我心里还嘀咕呢。嘀咕什么呀？我房也没供完，车也没供完。是是是。欠了银行那么多的钱，嗯，包括你们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啊。对，我们演员都能作证啊。哎呀，我欠了那么些人那么些钱，嗯，你说我就死了，啊，这些让我该钱的人，人家可怎么办呢？您还琢磨这事儿呢？啊，是啊。啊，到这儿我一看见真有孟婆汤啊，不奔心里去了。怎么了？这碗汤咚咚咚下去再找我要啊？为什么？我到了没看错你，我就是这人，我告诉你，我母鸡啊。哎呀，还是粤菜，你看，哎，连母语都忘了。哎，这什么人性啊，这都是。哎呀，行，喝。哎，喝喝。进去之后啊，哎，好，看见一个长柜台。哦，还有柜台。每个柜台那块有一个小的收音机。哦，还有收音机旁边放着一个东西，里边能分外摁吸管。哎呦，还有吸管。里头站着三个孟婆。啊，也不怕烫着。三个孟婆啊。孟大婆、孟二婆、孟三婆吗？你别掉盘丝洞。你就没去过地府，你不知道。是吧？三个孟婆。啊，仨人。身后边有那个灯箱，还有灯箱，灯箱外头都是那个食物啊！哎，早点的时候翻一下，不知道吧？不，这还分几批接待啊？这个早点的时候翻一下，啊，平时啊，去那儿就有。哎，这是豚骨孟婆汤，对，是豚骨孟婆汤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是哎，猪脚孟婆汤。哎呦呵，哎，牛肉孟婆汤。哎呦呵，哎，人参乌鸡孟婆汤。啊，这还是这老太太沙县人还是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沙县小吃里面的菜单子吗？这就是各种的汤啊！哎呦，好好，孟婆汤不是药汤子，哎呦，做成食物好吃的，让你喝下去不费劲。哎呦，还有各种口味，哎，各种口味，我一过去，人迎过来了啊！先生您来了，哎哈，小伙子，嗯，死了吧？废话，哎，不死上你这儿来，就是的，讨厌，嗯。小伙子，您喝点什么呀？啊，还挑。哎呀，这都有什么？我来这豚骨的吧。我还喜欢日式的。据说一天就做100碗吧。我去，嗨，这是味千合资的，这是啊。嗯，好，有品位。哎嗨，给盛这个。哎好，盛好了汤，嗯，搁的塑料餐盘里头。哎呦呵，这个刚出炉的派，您还来一个不来呀？还促销呢，我们这儿买一送一。哎呦，派买一送一。嗯啊，不要了。哎，那这个新地要不要？我去。不要不要不要，那这个葡式蛋挞你有病吧？这嗨，哎，来得太急，没带纸钱啊。哦，呱呱，这东西我都吃下去，我喝汤喝完了，我不知道，我给你钱，我不给你钱。哎，全忘了是吧？怎么脑子那么慢呀？就是的，拿着我喝汤就完了。就是，接过汤来，嗯，捧在手中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肯定的呀，这碗汤，嗯，还真香。那这嗨。还是想喝呀，喝下去就忘了。对呀，什么都忘了。嗯，不由得我自言自语呀，说什么呀？哎，嗯，可就都忘了。对呀，我这辈子下那么多功夫，嗯，背了那么多段，嗯，背了那么多贯口。没事，反正你也没照词说过。嗯，我那么好的京剧，哎呀，好好。亏心不亏心呢？喝下去，赶紧的，就全忘。哎，喝了，忘了吧？就是，喝吧，喝。我正自言自语呢。嗯，老太太过来了。嗯，小伙子，嗯，干什么工作的呀？是啊，说相声的。对，哦，那拿过来吧。哎哎，怎么又拿过来？怎么不给喝了？就是的，你放心，嗯，说相声的永世不得超生。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告诉他你不是主流的。各位曲协主席都听见了，啊，他说的，啊，他说的，啊，他说的啊，他说就这块切糕说的，啊，就这块切糕，你给我一碗喝得了，我这，哎呀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最好忘了我说过什么，春晚该找我找我啊，哎，各位啊，哎，谢谢啊，哎，谢谢各位啊，哎，谢谢各位，这，哎，行了，那主流的那个范儿啊，哎，行，这，哎，行，就最后说完了，底不响啊，就，行，哎，嗨，哎。谢谢各位，哎，那谢什么呀？反正这给我收走了。瞧瞧这事闹的，干脆，嗯，不喝不喝吧。就是的，不是这丰都城嘛，嗯，我反正我会那么些段儿，就是我会那么些罐儿，哎，我那么好的京剧，是是吧？嗯，
我在丰都城开个园子，那我也是最火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啊、最火那还没死呢啊！赶紧的啊！他来之前吧，哎，对你赶紧抓紧时间。他来之前吧，哎，对，他来之前我先做做头破金交椅吧，哎，是。等明年他来了，我怎么办？是吧，哎，你先盼着呢，是吧？别撒卦，真讨厌。嗨，哎，你说地狱那么恐怖事儿，你老干嘛？你说嗨嗨是，咱里头进去吧。嗯，奔里走，走进丰都城了啊。进去以后是阎王的宫殿。还有宫殿，阎王的宫殿。哇，哦，我一看阎王的宫殿太漂亮了。怎么呢？九间房。哇，真房还是豪宅啊！一个那个大宫殿，有了不得。两边是东西厢房、东西配房、东西耳房，东花园厨房带茅房，西花园茅房带厨房。您这夸住宅还记着呢？我没喝呀！哎，对，您没喝啊？没喝就记得住？哎，是，是吧？嗯，哎呦，这太漂亮了！哎，好，俩鬼差给我送到这儿。哎，我们找着。哎，好，我们不能进去啊。哎，对，为什么呀？嗯，我们这铁路警察哦，各管一段，是，进去还有新的鬼开迎接你哦，我们得奔机场了，要不然挨不及了。哎，是，这都是好干部啊，这是啊，走了，哎，走了，哎呦，我心目中焦裕禄也就这样了，哎呀，哈哈。哎，焦裕禄什么事啊？太好了，嗯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跟那儿等着，等着。他们俩刚一走，头了过来俩人，哦，迎接你的。其中一个我认识，谁呀？是一个牛头人酋长，叫凯恩呢。来，还大木头，啪啪啪就过来了。电油也没忘呢，是吧？哎，这是被那个地狱咆哮，小地狱咆哮砍死之后，他上这儿来了。来，家知道吧？这都知道剧情啊，都知道，不多说了。是，不多说。现在酋长是他儿子。哎，还对，过来，他儿子上任之后，我们牛头人多了这个圣骑士的职业。哎，还有不算的啊。哎，过来了，一聊魔兽玩家。哎，嚯，他不忍心了，不忍心了，这是我的粉丝。哎呦嚯，我不能说带人家像地狱下罐子，我给人弄死。是，算了。哎，跟马面说，你跟这儿盯着吧，我走了。哎呦呵。他扭身走了，牛头走了。马面跟这儿一瞪我，快，好嘛，活李勇，嗯，好家伙，地狱里头会有活李勇？啊，是，不是美好的愿望嘛，就是。死李勇，哎，死李勇，哎，死李勇，哎，好，赛李勇，哎嗨嗨，还不如活李勇呢，赛李勇，嗯，啊，那么长，哎呦喂，好家伙的，我说，嘿呦，嗯，您就是马哥吧？哎，还马哥，马哥，马哥你好，小马哥，一看就是，还小马哥。别废话，是，什么小马哥？嗯，别套词，嗯，小马哥那是特区地府的，啊，对，看过那电影啊，我们是内地的，哎，是内地的。再套词，我他妈套双枪，我毙了你！这不还是那小马哥吗？这个说完了话，非常帅气的把这个双枪奔裤腰里一别，哇，瞪了瞪满是弹孔的风衣，哎，这就是小马哥啊。我说您不是小马哥，那怎么称呼您吧？哎，对，我叫一路。一路什么意思啊？一路啊，你也公共汽车？喂，跑长安街的啊，是吧？都当鬼差了，还让人坐，是吧？哎嗨嗨啊，汽车精，啊，什么公共汽车啊？什么公共汽车啊？一路英文名一路，英文名一路，我就知道有个路易。是啊，路易是人头马。给调过来了，哎呦我天哪，哎呀，您这高了，您这个还捧呢，了不起呀，这个行，我挺佩服您的，嗯，哎，但是咱说实在的啊，嗯，您这么长的脸特别费洗面奶吧？啊，这嗨嗨，你就别管那个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说错了，您脸上都是毛，特别费洗发精吧？哎，行啊，别捣鼓，洗涤灵用吗？啊，你耳朵后头那包你自己摁得着吗？哎嗨，皮儿是不是不方便啊？喂，这啊，皮儿是不是不方便？别说这，少废话。哎，少废话，就是。走，哎，跟着走吧。上哪儿去？嗯，带你参观地狱。哟，还不错，还带着参观。这不是不错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就跟过去充军发配打那100杀威棒似的。哦，就为杀着你的瑞士。你这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到了地狱来，先让你看看里面多么的恐怖。哦，吓唬你。哎，一吓唬你，一害怕，怎么神怎么有。怎么问怎么料，多厉害！行，走。嗯，我说你带我不行，啊，把阎王老儿叫出来。嚯，他还来劲了，你说是？蹄子挠头啊！哎嗨嗨，
再说一遍啊，把阎王老人叫出来。你听着这么耳熟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别他。行，哎，农孙母子。哎呦呵，还会聊这个？这就一千多年前啊，有一猴敢这么说话，知道吗？没错，没错。那是我师傅。来，我师傅，我师傅。到了还是把他老人家出卖了啊！我师傅叫侯耀华。哎，行了，这侯耀华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马面拿姓名地址都有了。来哦，侯耀华。喂嗨嗨，跟这边闷的哈啊！嗯，别废话。哎，行行，走，赶紧走吧。说着话一瞪我，嗯，给我瞪在这个阎王正殿里头了。哦，瞪里边去了。进了门以后往左一走，啊、一拐弯，电梯间。还有电梯，进电梯了，进电梯，一进电梯，看电梯写着啊，负1到负18，我，哦，这电梯是奔下去的，18层地狱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么人性化，你是说相声的是吧？对对对，负18，哎，没好下场，电梯下来了，哎是，一开开电梯门，我不敢睁眼，是啊，那多可怕呀，这，睁眼瞧瞧，睁眼瞧瞧，哎呦，嗯，啊。一点都不可怕，怎么了？人说18层地狱啊，10万大山，10万大海，对啊，中边是无间炼狱，对、啊，炼狱里边人血成河，是啊，人头躺地，大伙都知道啊，没有，嗯，多好啊，这地儿，是是是，感情，嗯，两边一间一间的都是各种炼狱，哦，在两边呢，就这些地狱啊啊，用大玻璃墙挡着。这什么意思？一间挨一间，为的是让参观地狱的人看看里边是什么，透过去看去。哎呦，太可怕了！是啊，第一个，嗯，过去一看，冰狱，冰狱，哎，一小牌儿，哦嚯，上面写着冰狱，冰狱，-7600度，嚯、哦，纳米级的这是。有一个小字儿啊，不孝敬父母者入。哎呦，那赶紧去吧，对你担待的。我怎么不孝敬父母？你孝敬吗？我当是24孝。是啊，那当然了啊！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我今年活了28，是是是，这二十八年，我打我妈就没用过棍子。喂、啊，这就是为你盖的，我告诉你，大孝子。什么大孝子？大孝子这忤逆吗？这不是大孝子？什么？瞧瞧里头什么样吗？是是是，瞧不清楚。哟呵，怎么意思？瞧不清楚。嗯，都是那个。冰碴儿，哎呦呵，都冻住了。是是是，马面拿一吹风机过来，呜，哎呦，真人性化，吹出一小孔来，哎呦呵，奔里瞧瞧吧，看看吧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，嗯，里头冰天雪地啊，冷啊，哎呀，就冰天雪地，一地的雪，大冰块，哎、冰水，就跟到了北极似的，哎呦呵，还有广播，嗯，2月的北冰洋，嗯，北极熊崽子。第一次离开了地穴，不是不是，赵忠祥老师长学是吗？这个怎么出动物世界了？这个说那意思吧，啊，就那么冷，哎呦喂，就那么冷，啊、里头那人啊，啊，小背心小裤衩，哎呀，穿着小背心小裤衩，那个冰直接冻到膝盖以上，什么罪过这？就给钉在那儿了，哎呀，啊，正逼他们吃东西呢，啊，吃东西还管饭？吃这个巧乐兹巧。巧乐兹，巧乐兹啊！一问这是早饭，啊，这是早饭、啊，早饭巧乐兹。那午饭是哈根达斯，我晚饭是和路雪大自助。哎呦呵，损不损呢、啊？这个，你们这哪个说相声的设计这玩意儿？哎呀哈，太损了，你们损透了你们。可不是嘛，不进这个，哎，不进这个，我孝顺父母啊，是是是，行，要倒霉啊，往后一个比一个狠。哎呦，奔里走。还往里走，一推我到第二间了、嗯。哎呦，这是！你看大牌写的、嗯，火狱。这个是火狱，旁边写着小字啊，啊写的欠人钱财者入，直接进去吧。欠我俩月了都，你我不欠人钱啊？怎么不欠人钱？废话，我死了我才欠人钱呢。啊，我活着我就有能力偿还了，我不算欠呢。哦，你也有一怕，对不对？哦、废话、哦，你们这帮人，你们把我弄这儿了，我还不上钱，然后非说我欠钱，你们讲理不讲理？我就嗨，这这。你还哭呢？不讲理这帮人！哎呦呵呵，没法不哭。怎么的？太可怕了！怎么了？哎呦，这倒是没有那什么了啊，没有那个冰渣子了、啊。是啊，但是就是人烧的都红了。哎呦，玻璃！哎呦，我都不敢碰啊。是是是，搁玻璃往里一敲，啊、我的个天哪！怎么了？这是地狱。怎么的？好、啊，这地下都是灰渣儿。
哎呦呵，烧透了都。火山灰的灰汁儿，哎呀，冒着红光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边那边有一湖啊，有一湖，哎，沿江湖。哇，沿江湖那边一火山，噗噗噗噗。想起《指环王》来了都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人间炼狱啊！哎、再看那帮人 啊，怎么的？大棉袄、二棉裤啊，戴着狗皮帽。哎呦，大毛窝。是是是，跟那块捂着。哎呦。这么厚棉的口罩给勒上，哎呦，这就露俩眼睛，哎呦，老赖的下场。哎呀，这口罩也不是不能摘，是吧？吃饭的时候可以摘。哦，这儿也管饭。吃饭，早饭，啊，山城辣妹子。这，午饭是麻辣香锅，嚯！晚饭是韩式烧烤，哎呦，我的。夜宵是各种串儿，好嘛，这吃完成拔火罐了都。这，哎呦，不去。啊，是是是。太可怕了，哎呦，我吃不了辣，哎呦，还挑呢，不去不去，别挑嘴了，要倒霉，哎呦，走下一间，更得可怕了，走下一间了，一看，丰裕，丰裕是丰裕，哎，这地儿不错，怎么呢？这地儿不错，这个玻璃上一尘不染，干净，里头风刮的，哦哦，风刮的，往里头一瞧，嗯，哎，里头人家小背心小裤衩，哎呦呵，跟那儿、嗯、跟那儿一杵，嗯，正刮旋风呢，哎呦呵。这风就刮起来，嗯，大家都知道风是无形之物，对呀、啊，这儿都有形了，能看见，看见这龙卷风，呜、哎，这边过去那边回来，这边过去那边回来，多深呢？好像知道剑圣嘛，啊，哎呀，还想，你又想起来了，这，你把这电玩撂下吧，啊，这是刀塔了，这是，哎呀，是、啊、是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就跟那儿，哎呦，来回风，哎，刮风，嗯，然后我看这风玉旁边有小字儿，写的是，哎哎，嗯，债能出去。哦，从这儿能还阳，能出去来这个，有小字写着呢啊，每人发香烟一支，还发根烟，一次性打火机一个，打火机点着者出狱。这，你瞧人这戒烟宣传做得多好。我说说让永世不得超生，什么老先生跑哪儿去了呢？啊，设计地狱玩呢？我看是一个比一个损，一个比一个缺德呀。就是的，不去不去啊，这也不去，下一个一推后下一个，我一看，嘿，我去。根本不是地狱，耶，又不是地狱，人间天堂。怎么了？好家伙，热带雨林知道吗？哇，热带雨林，啊、恒温恒树木，哎呀，飞鸟，哇，这么大的金刚鹦鹉树上落着，好家伙，好家伙的，倒是蓝天白云，哎呦，海洋沙滩，哇，是一大桌子，是吧？大桌子上放着各种的美食，哎呦，什么月盛斋的羊肉，哎呦，王自健的肘子，呵呵呵呵。这还现挂，哎呀，什么什么肯德基、麦当劳、哦、路易十三，什么叫松露，哪个叫鹅肝，哎呦，牛排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山中走兽，云中怨鹿的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全都摆满了。这阎王爷给二奶买的吧？哎呀，包了块地呀、啊，是怎么？这太好了。是啊，再奔前往下这么一看，啊，怎么了？地狱就是地狱，怎么了？这个、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什么意思？进去就吃，不可能。怎么了？感情这些所有的景物啊，都处于大粪坑里头。哎呦，哎呀，大粪坑，哎呦，淘淘多好。那大粪坑啊，咕嘟咕嘟冒泡啊。哎呦，哈哈哈！从底下它不是这么冒，它是呜嘣。哎呦，这地狱的沼气池啊，这是。哎呀，太恶心了！真是的，什么玩意儿？再奔里一瞧、啊，里边几位老先生跟里边待着呢。老先生，刘宝瑞啊，侯宝林、哎、马三立都跟里头呢。好家伙，说相声就是馋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嗯，让他们跟里，我问问他们吧。问问吧，这里头是不是还有什么招折磨你啊？对啊，虽然说粪坑恶心点啊，对啊，但是天天就跟里头这么吃。这且比那三个强得多呀，强多了呀，不受罪呀，就是别进去再有别的招折磨你，就万一树上有毒蛇有毒虫什么，那多可怕呀、啊、问问吧，问问吧，是是是，说师爷师爷师爷，不不还叫师爷、嗯、有俩抬头一个没抬头啊，是吧？马三立辈儿再大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那我、哦、你是谁呀、啊、哦、嗯、我是说相声的、嗯、哦，又来一个，哎呦嘿，这什么话、啊、好好你好你好、嗯、啊，你是谁徒弟啊？侯师爷，我就是侯月华先生的徒弟啊。是是哦，那是我亲徒孙了啊。是啊，行，挺好小子。嗯，旁边刘宝瑞听着，哦，小华子徒弟啊。啊，嗯，哎呦嚯哈，嗯，一听说我是侯月华先生徒弟，马三立先生过来了。是啊，哎呀，哎啊，那是我亲的徒大了孙儿。哎嗨，这个
还搭了。我呀，好长时间呀，好长时间呀，也没从这儿出去了。哎，是，主要是啊，出不去啊。那是废话嘛，这不，出不去，翻墙那打。实在不好。这么些年吧，嗯、也不让套上，哎、也不让套上，就让跟这里待着。我说，哎呦呦。师祖，哎呦，您在这儿呢。哎，对，我问问您得了。问吧，问问您得了。这里头用干活不干？嗯，哎呀，干什么活啊？干什么活？什么不干？不干活，不干活。嗯，哦，不干活。那有什么其他招折磨你没有？有没有？也没有，也没有。这不错呀。那就天天就跟这儿吃啊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天天的就这儿吃啊，就这儿吃啊，挺好啊。我就什么不干，就这么。站这吃吗？我不是站这吃。对呀、啊，就这么站着吃啊，啊，站着吃啊。我说哦，那挺好啊。刚说挺好啊，马老夹起一块肉来啊，跟底下这么一站，我噗啊！我现在想，哎呀，说的我都直尬呀。一路哥，哎嗨嗨，哥耶、哎，哥耶，不去啊，哎、哥耶，再也别太可怕了，这辈子不说相声了、哎，不去，是是是，往前走，还往前走呢，还有呢，哎呦呵，往前走，油炸鱼，油炸鱼，把两个鬼搁一块一拧，哎、溜就一个，哎呦，地狱还有早点啊、哎，哎呀，把那鬼拍扁了，啊、拿菜刀划三道，哎呦呵。你瞧瞧、哎、阳光早餐拍扁了之后用那个红糖芝麻酱抹在脸上，哎呦呵，还有糖的啊、哎呀跟你就炸呀，哎呦这做一个，哎呦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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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下一个啊，下一个割舌玉，割舌的连根拔起，哎呦弯耳玉啊，一点不留，什么好家伙，一个比一个可怕呀，这怎么弄啊，这商量商量吧啊，我说一路哥一路哥、哎、哥也亲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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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、你有一怕，哎呀咱们说，我不跟这儿成不成？哎，不跟这儿成不成？我已经想好了。对对，这些地儿我都不太想去。这么办吧，嗯，我决定啊，我回家吧，来好吗？想什么呢？跟着这，回什么家？回什么家？哼啊！别废话。对，不是，那你让我挑一个。咱们这样，那个有没有跟那风雨差不多那种能回去的？哎，就是有，还有条活路的。就是，但是别那么损。对对，好不好？哎，有啊，嗯，有一高铁玉。高铁玉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就是一趟火车，你就跟你坐着，这还行，呜呜就开，哎，到家了你就到家了啊，到不了呢，到不了就魂飞魄散，喂，连个死亡名单都不给你，喂，你还是留下吧，我说，我点烟去，哎，对，嗨，别琢磨那风雨了啊，点烟去，哎，是是，别着急呀、啊，啊，是是是。还没过堂呢，哦，还得过堂，阎王得审你啊！哇，审完了多大的罪进哪个，还容你挑吗？也是，行行行，找阎王去吧。对对对，来找阎王老人去。来来，走，好好好好，了不起啊！哎呦，还挺棒的。走，就带着阎王殿去了。是是是，到阎王殿一看，嗯，呵，这个大呀！当然了，足够容纳1000多个人。你在吓着人家呢、哎。整个拢音效果特别好。哎，行了啊，嗯。阎王这个有一案桌，案桌，案桌，嗯，上面放着两块手绢、嗯、两把扇子，一个醒目，嗯，背后写4个大字，啊、嗯，公正严明，说学逗唱，喂，这跟曲苑杂谈合办的是吗？这个有写说学逗唱的吗？这个公正严明啊，公正严明，公正严明啊，是是是，往那儿这么一待，啊，礼而不跪，哇，还挺横，请阎王。哇，这帮大鬼小鬼一块儿、嗯，请阎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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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哦，阎王就走出来了。哎呦，一出来我一瞧，啊，呵，个儿这么高，是稍微有点胖，嗯，脸黢黑黢黑的。是啊，戴眼镜，还戴眼镜，就出来了。啊，我一瞧，哎呦，啊，眼熟啊，眼熟，阎王，嗯，您是姓张不是？张，姓张，你怎么知道本王的姓氏啊？还真说对了，我认识你儿子，认识他儿子，跟我们那儿说相声呢，张硕呀，别废话，哎，是是，本王怎么会有子嗣流落人间呀？就是，你不要污蔑本王，哎，什么污蔑，长得一模一样啊，就是你有胡子，他没胡子嘛，是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儿子关系还不错，别废话，我哪他没有儿子跟人家呀？你这真有啊，我认识的，你别废话。
让他捏着了。懂了。有把柄，心里有底了。是是是是，揪住阎王的小尾巴了。哎呦呵，有希望这回。嘿嘿嘿，哎，我看你敢怎么审我。是是是，审我给你都兜喽了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哼，我给你，我告组织部去。我去，嗨，阎王还有组织部啊？给你灌罢免了。哎呦呵呵，吓唬人家。哼，双规。哼，哎，嗨，行了，别拍糊人家了。行，真我，赶紧说吧。阎王那一坐啊，堂下。站的是王自健吗？嗯，是我，我就是我啊，底气立马足了。I am 吗？我哈哈，我个人，我英文，就我，就是他，怎么地？嚯，阎王一听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？哎，是是是，怎么回事？嗯，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嗯，不知道。哎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哎，有底了。我这辈子不亏心。嚯。你这辈子是不亏心，嗯，上辈子呢？哦，循环报应。上辈子你问我，我问你，啊，我哪知道我上辈子呀？嗨嗨，也是。你上辈子是贪官，嚯，你是铁道部的，对。所以这辈子活不过三十。哎呦我，你短命，这年头不少了已经。你短命，嗯，啊。嗯，那我还干过这么缺德的事儿呢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嗯，别说你了啊，你记不记得前天你踩死一只蟑螂？嚯，我知道。嗯，那上辈子红十字会的。不，还不如铁道部的呢。嗯，我一听这个讲理啊，是吧？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嚯。所以各位不要善待身边的蟑螂。哎嗨，都是托生的啊。嗯，说这意思。什么意思？这行，那我上辈子，那我这辈子真的没干过什么坏事。还折说呢。嗯，啊，要唱还要拿出证据来吗？有证据啊。嗯，还有证据？有点虚。嗯，不信。花花不信。花花花，我没干过缺德事让人瞧见过。不还是有吗？这个没有证据。哎嗨嗨，别废话啊！抬过他的证据来。抬过证据。这俩小鬼嘎悠嘎悠嘎悠，我的抬过一摞本来。本这一摞本是你这辈子一年一本。嚯，一本是365篇。哎呦，每篇上记录着你都干了什么坏事儿，全记着呢。阎王爷拿过来啊，拿起我这本来啊，2011年这本。嚯嚯，翻开，嗯，缺德事让我给你念出来吗？哎呦，要揭发。这会儿扛就死扛到底，对，知道吧？哎，念念，就是不承认。好，嗯，2011年2月14日，情人节，跟丁志恒的女朋友，啊，点儿，哎，点儿，2011年3月14日，过了一个月，跟于洪涛的老婆，啊，点儿，还挺照顾脸面，你说。2011年4月11日啊，跟李志深的老婆，哇，点儿，哎呦，2011年5月14日，嗯，张硕的老婆，人阎王儿媳妇你都敢动，这胆儿忒肥了，这个，一直就这么念，哎呦，一直念叨，2011年12月14日，哦，到底了。和陈硕，嗯，什么意思？这是该翻篇了。不是你说这翻篇名字最后两个字吓我一大跳，这哗啦一翻篇啊的男朋友，这不还是不正常吗？这不徐强，嗨，我们俩一场买卖合着，跟陈硕的男朋友徐强，这哪儿跟哪儿的都是点儿，哎呦，还点儿呢啊，还让我接着念吗？哎呦呦，没了。哎，1月14号开专场没了。哎嗨，嗯，正好过一个月。我知道、嗯、啊，不是这些个事儿，不缺德呀？还不缺德呢？这是我们两情相悦的。行，什么两情相悦？人家都是乐意了的，什么乐意的这个？少废话啊！告诉你，嗯，除了这个还有事儿，还有事儿，还有事儿更别说了。哎，是啊，您那就是一张纸。对，上头你们各个写的，就是的。我要弄一本，我写你怎么怎么着了，也算证据啊？啊，不算呢。呵，
小子，嗯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撞南墙不死心，这怎么办呢？好，抬新证据。还有证据？还有证据。哎呦，到那儿我才知道，感情啊，每个人头顶上有一个天眼摄影机。天眼摄影机，咱们凡人瞧不见啊，啊，地狱用来记录你一生的事儿，火，每一件事都给你拍下来，真真的啊，到那儿根本就跑不了啊！哎呦，太先进了啊！一说要叨腾我的缺德事儿了，啊，一说叨腾我缺德事儿了，嗯，拿袋子去了，好，地狱里小鬼大鬼都惊动了啊，都想过来瞧瞧了，哎呦呵。终于看王自健那盘了，哎呦呵，这三级片吧这是。不是一个淫笑啊，怎么都过来吧、啊、都过来围着瞧，哎呦呵，把我那袋子拿过来，嗯，哎呦呵，好久没看了，奔录像机里一塞，哇，一放，嗯，先是开场音乐啊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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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什么鸟叫啊，这是，哎呀，有名的公司的吧，这是有明白了就行，不用，嗨嗨，不是什么好片，哎，一放进去、嗯、我一看刚才说那些事儿都有，你瞧瞧，这个让人揭发出来有证据，全是三级片，但是说我攥着他小尾巴呢啊，对呀、啊、我跟他扯和扯和吧，干嘛，怎么扯和呀，报告阎王老爷，哇哇哇，报告阎王老爷，嗯，这个因为啊我们那儿有这么一规矩，什么规矩，揭发检举能减刑啊，对，听说过这个，我能揭发检举吗，干嘛减刑 啊争取啊，我能揭发检举吗，哇哦，你有这个悔罪表现是好的，是是是，那看你检举的这个够不够分量了，哎，那是，对不对，因为我们这儿判就是无期，哎，嚯，知道吗，那可不是吗，不够分量那个我们肯定也不能逮，哎，懒得收，是吧，你要说真的检举的好，嗯，我可以准你涛声，好，检举陈述，对，我这儿给您捧着说的，检举我，不是有袋子吗，不是有袋子吗，不是有我什么，活着的能看吗，不能看呀，就是不全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今儿看完他就该全了，我的嗨，不是你损不损呢、啊、看你准有事儿，这人特别不地道，什么呀，看说谁呢，阎王，行行，抬去吧，哎呦，派人把陈硕这边袋子拿过来了，也有我的，奔录像机里一塞，嗯，一放都是毛茬，哎呦，拿出来卷一下，哎呀呵，你这塞进去，嗯，进去一摁，嗯，雪花滋啪叽，啊，出了一姑娘，姑娘，出了一姑娘啊，哎呀，嗡嗡哭，哭什么呀，底下有字幕啊，这是被陈硕强奸的少女，谁告诉你的，这没有这事儿啊，啊，别哭了吧，哭一会儿说话了啊，陈硕呀，畜生啊，这什么呀，不是人呐，你这哪儿，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、嗯、最可怕最屈辱的15秒啊，我怎么觉得我比这女的还屈辱呢，我还干点什么不干呢，15秒我还补肾去好不好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姑娘嗡嗡哭，阎王一看不干了，哎呦呵，逮去，哎呦喂，把他锁来了，什么人，这是检举，检举丁成，哎呦呵啊，丁成，丁成，好，小孩不长个，因为坏心眼太多了，哎，就是先逮去，逮去再看，逮去再看，准逮不错，哎，来点垫背，开就去了，我还检举张硕，哎，嗯，张硕，考验阎王的时刻到了、嗯、啊，我什么意思啊，张硕来了我们一块审，哎，要跟这儿待着一块跟这儿待着，对，要让回去我们一块回去，好主意、啊、哥们就能回去了，就是的，不能还阳位能脱生了，就是的，阎王一想，嗯，哎呀，哎，行吧，嚯，谁让我铁面无私呢，哎呦喂，带去，大义灭亲，我也挺想见见他的，哎呦啊，嗨嗨，惦记着了啊！鬼差一会儿功夫，嗯，陈硕来了，丁志恒来了，张硕来了，啊、全到了。他是跟这一待、嗯，问我：“哎呦，哎呦，自健怎么回事啊？”嗯，王先生怎么了？嗯，王先生这怎么回事啊？王先生，别学那小丁了，就啊！来来来来，咱们这儿有一演出，知道吧？啊、演出咱们有还是骗人呢？跟人演出，你们俩同仁堂，好吧？这这嗨，同仁堂就别不学了，行，来来吧，那一站，嗯，阎王跟那儿，这是王自健啊，这十五秒，来来来。这是丁志恒，哎，对，往下指，嗯，这是张叔，感人的一刻啊、嗯！好，
问问吧。哎，问吧。我问半天了，不问了。啊，是是。问你，啊、你就是那十五秒吗？啊，行了，就别提那。我不是。哎，对。我二十秒。哎，行了，这五秒就别掰扯了，这露脸呀、啊、是怎么着？我们这儿有袋子，我给你倒吗？哎，这别，这一边去。你是干嘛的？啊，我叫丁志恒。哎呀，小辈儿。丁志恒，我是说相声的。是，说相声的。嗯，跟谁搭档啊？嗯，就跟他。啊，就跟这。长得跟黑驴似的这个，哎嗨呦，这么不会说话呀？哎，你们俩谁逗哏谁捧哏呢？还得问问这个。我逗哏、哎，他那么傻，他哪捧，他哪逗了哏呢？啊，您真逗。嗯，逗哏。哎，哦，张硕，我来问你，嗯，这个递了牌子，哎嗨、哎，这也是南城的节目，嗯。你们俩表演的时候，嗯，有过伦理哏没有？问伦理哏？张硕还没说话，小丁、啊、有啊！哎嗨嗨，我老说我是他爸爸。哎呦嗨嗨，还是他爸爸？哎啊，那有什么呢？我还说我是他爷爷呢。哎呀、哎，别说了，就拖出去打。哎，把人家长，哎，把人家长得罪了，嗯。把舌头钉上，哎呀，哈哈，钉上跟墙上拿铁刷子刷，哎，钉死都不钉上，把小丁拿出去了，哎，太没眼力见了，跟外头喊啊啊啊啊，做什么呢？这是，这什么动静？这是，打他呀？怎么这动静？打小丁拖出去，哎呦，这顿打呀，什么反应？张硕什么不知道啊？啊，是因为他从睡觉里带过来的，啊、没戴着眼镜，哎呦，瞧不清阎王爷阎为什么吗？怎么那么替我拔创啊？啊，是是是，啊，想不明白。哎呀，跟这儿跟说商量商量吧。嗯，阎王爷一看张硕来了，啊、哦，来了，这样也给你条生路吧。哎呦，不错呀，别跟这里老死了。就是，许你们脱生吧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会儿外头已经打了一个小时了。哎呦嚯！来，把外头那地了牌子拖回来吧。哎呦，鬼差啊，瞪着小丁大腿。哎呦啊，这个带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带过来。嗯，哎呦，小丁跟那打的浑身疼啊。哎呦，是张处一场的买卖，赶紧过去问问搭档啊。就是的。哎呦，小丁你怎么样？就是的，问问。哎，小丁跟那骂街。嗯。哎呦，我去你爹的！喂，拖出去，拖出去，哎、拖出去，还没醒船呢，我说。拖出去打打打，再打半个小时，打死都不多。怎么想不明白就、哎、跟外头又打了半个小时。哎呦喂、哎，小丁已经浑身没有一块好肉了、啊。哎呀，成血豆腐了都。啊，有个拎回来了。哎呦，那一带。哎呦，阎王说：“哎呀，今天看在张硕的面子上，哎，父子情深、嗯，饶你们不用在这儿永世受苦。好啊，许你们脱生去吧。嘿，但是你们上辈子是说相声的，对，德行散尽。”哎呦，丧尽天良，怎么弄啊？不能脱生为人了，那、啊、怎么办、啊？来人，嗯，抬上来，抬上，说了一声抬上来、啊，几个小鬼咕叽咕叽咕叽，嗯，抬上四张兔子皮来，兔子皮，下辈子掏生变兔子，哎呦喂！我再一看这四兔子皮啊，三张公的啊，又从那边搭过一张母的来，还三公一母。这不好弄了啊，各位！你要不好弄啊，不好，关系都不错，你说搞这么复杂干嘛呀？啊是啊，一码摸平不行吗？就是的。我说来吧，哥几个，咱商量商量，咱们怎么分呢？就是分。我刚一组织他们商量，啊、这仨人呲溜呲溜呲溜，一人一个公的跑了。那还不跑？脱生去了。就是的。哎呦，我这心哇凉哇凉的呀！哎，活该。哎呀，我这要变了母兔子。嘿嘿。哎呀，上辈子老欺负他们了。对呀，经常找茬扣他们钱，嘿嘿，让他们给我买烟，嗯，让他们给我买盒饭，全记着呢。老抢小丁的冰棍吃，嘿嘿，这玩意儿下辈子都变了兔子，赶上二八月的，嗯、啊，这要跟河边碰上了，嗯、啊，小风那么一刮，哇。那么一凉快，是啊，心情那么一好，哎，他们仨要跟我开玩笑，我可受不了啊！我呀，开玩笑是轻的，直接劫色了就。阎王爷，商量商量吧，还商量？我不想变母兔子。哎呦呵，不行，哎，就得变，就得变。这是什么地儿？阎王殿，让你变已经是轻饶。就是。
不是阎王爷，咱们商量商量，他们仨变公的，我变母的，这玩意儿，我的呀，多搞啊！这受不了我这，我不变的，不变兔子你改不了。哎，改我改，我改，我改过自新，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求您，你改得了，请你改得了。狗都会说话，哎呦，我会说话，我会说话，我改，我真的，我一定改，行不行？我求求您，千万别让我变母兔子，你改得了吗？我改得了，那改得了就不变了，就这个呀。